情侣对你已经彻底无法依赖，但数啊，求求的数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嘿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当下啦。他数啊，哎哎的数啊，难道久久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嘿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